是按照那个页码顺序摘下来的，按照时间的，这个你还得按这个分类啊，分类把它摘编，都把它编出来。那编了以后呢，怎么编？你这个体系用什么思想把它串起来？那么多，大概是800多条，这一条有是一句话，有的是多句话。那么这些您谁先谁后，你几分几个问题，那几个问题大问题小问题怎么这个编排，一共编了88个，总的88个专题。你这个编的过程比较费时间，这么编了这么倒，把哪个放前面哪个放后边，因为它互相都穿插着，这功法都互相穿插的，有大的功法小的功法，这个反正费了好多时间，就是弄这个。我想问一下，您这个摘编的过程大约花了多长的时间呢？大概有一半时间。有一半的时间。大概有一年多都在摘。那么以后就是编，编了以后呢，我就把它不会打印，手抄，几万字都是手抄的。手抄成那个书册，对吗？抄了以后呢，就把这稿复印了，送给这个几个有关的人去审查，请他们审阅，就是他还有几个直接听他讲的学生，包括他儿子，那么还有一些就是他再传弟子，直接传弟子有那么一两个人吧，那么就这些人把稿子发给他，请他们来提意见，还开王仲明还主持开过一个讨论会，大家提意见，提意见之后，有的书面来的意见，有的电话来的意见，那我继续的进行修改，修改以后这是定稿，定稿以后就打印呢，我不会打印呢，这不我们有一个师弟，也是我们这儿一个教授啊，他说我帮你打。我是给老师尽点义务，还别人我肯定不敢难，一个教授，我们这研究员呢，也是60、70岁了。那么后来就是这吴伯龙，他帮我，有些地方修改啊，打印错误修改几次稿子啊，我往这个出版社发也都是他帮忙的，他还帮我搜集了一些材料。那么定稿以后，就是要找出版社，这很难现在。对，出版社都要钱呢，要4、5万呢。我说我掏不出这钱来。那么后来就是到这个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因为它是个专业出版社。专业出版社，我把提纲，不就没提纲，就是把目录给他寄去了，因为他们是内行，他一看认识这个人的价值，他马上就把这个提纲啊，就把这个目录啊跟他们领导汇报了，领导出版社领导决定了，就列入他们的出版计划，这样用了半年多时间就出来了，这印的还挺好的。他整个这样的在出版的过程之中，这有你拿来我拿来喝吧，你现在就打开喝，你也来，你坐来听听。没事，我听听您说吧。是我爷做的，我们太极拳爱好者。啊，您老师有时候给我们指导的。对，叫李乐，就这个所的。现在讲到哪儿？讲到这个出版过程是吧？出版过程。然后，那他整个在半年的出版过程之中的时候，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和您在这儿有没有对稿件的意见提出协调呢？协调，通过电话不是很多，他就是说，他给原来我是编三个，他给分上编下编，有些地方有体力上做了一些调整，体力上做了调整，内容上没怎么动，没怎么动，后来他提出来。就是说你这个好像还需要加一些东西，就是加了那个经典论述，就是这个过去的那些个经和论，
经典的太极拳论。过去那些个清朝以来那些个大家呀，他们讲的什么，他们都是也都是语录了。那个选一点的目的什么呢，就看这个王永泉这个所传太极拳呢，跟过去的人有哪些继承，有哪些不同，是吧？这样我们更可以理解这王传元的太极拳的这个特点。那么最后还有这个又杨家有一些个大师的一些个轶事传闻，因为讲他功夫的那些东西，我是搜集了一些个，想大家看看，可以有所启发，有所参考。下面的艺术和传闻非常具有戏剧性啊，我们现在看来大概这个反正过程也没什么可讲的，反正就是一般的是这样吧。那我这个条件是比较差，不会电脑，这个是费力的。所以说您在整个编书的过程之中花费的耗费的精力比一般的编要多，要大很多，要大。所以用了三年多时间嘛，要一般你们用年轻人用电脑也用不了那么多时间。所以这个是，而且您这个编撰的过程纯属都是属于那种义务的。用的，我原来啊退休以后啊，院里头返聘我做那个全院的那个学术审读工作，就是院里的这个刊物啊，出的刊物我跟踪质量，每三个月要写个书面汇报，就是从全面的来讲他这个书的质量怎么样，政治上思想上就包括技术上这些个每三个月提出意见，这我干了十年。十年里还可以干一点，我辞两三次职，他们不干，说找不到人。那么最后我为了跟这个就把这个辞职辞了，辞两三次辞掉了。后来我就是退休以后一直写字画画，写字画画呢学了十年，也后来也扔下来了，就集中地搞这个。我家里家务比较负担比较重，我老伴儿身体不好，经常住院。那么我晚上白天就忙于家务，主要晚上靠晚上打，每天大概是12点，就靠晚上在这写。这个题外话了。大概过程就是这样。我们这个过程已经相当的丰满了，而且整个也把这个编书的前前后后的脉络梳理了一遍。那么接着我们来，您觉得这一本《汪永泉杨氏太极拳语录与拳照》这样的一部书，它对于太极拳的传播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这个因为它是很有特点的，它传统的功夫很有特点，杨氏太极拳已经是有特点了，那么他呢是作为袁氏太极拳的一个传人，是吧？咱北京有好多，全国各地好多那个有好多传人，那各有特点，各有特点，都是理论呢、理论上这个造诣的比较深，这都有各自的这个功法啊，都有这个下边又分了徒弟。那么他这一支呢是在北京这儿传的，而他过去是不大宣扬自己的，很低调，所以北京在全国知道人不多，知名不多。我有一次跟卢志明到国家到北京市的那个武协体系，就是体委还是体委，是武协的，那是一个徐才同志，我们去访问他，我们看看有关汪永泉资料几乎没有，所以就大家都不知道他。那么我们也给他填上来，就是他知名度不高，而他的东西呢又很有特殊性。那三个大师直接叫学了十几年，这个东西在其他地方没有这种学历的，他又练了50年，
所以这谈这个东西是特别宝贵的，就传统文化它是内涵很深的。那么现在社会上流行的是这个比赛套路，把内功这部分都给省掉，这是传统的东西。当然国家体委他搞的这个普及的24式88式，那有它的意义，因为它要推广，要普及健身，广大的群众很短时间就能受益，所以那个方法也是可取的。但是我们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些个中华民族文传统文化特色的东西，这要保存下来。现在这个保存这个环境又不是很优越。因为日本成立了太极拳研究院，他说我们你太极拳发源于中国，但是我日本要超过你们。那么我们这儿呢，主要靠还这功夫还靠民间师徒那么相传，而这个它有很大的缺点。那传的话，老师传徒弟很少，传下来又不见得全传，越传越少，当然其中也有发展的是吧。而这很少的人，广大群众又不知道，这个群众基础就没有了，是吧。所以他这个在我一开始就说他是属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它里的好多文化内涵呢，刚才讲的时候我也可以讲一讲，是吧，传统文化。那么这个就是对我们是我们这个保护和传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保护人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其中的一部分嘛，其中的一部分。我写这个书是引起大家的注意，提供一些资料，说过去我们有过这么一些东西，是吧，应当去发扬，去传承，去研究，去发扬。现在这方面研究的不够啊，那个主要的是这么一个打算。这个书的特点我还想再介绍一下。我的书，因为汪永荃他自己已经口述出了一本书，这本书很全面系统，这概括面面都讲了，是一本是我们说学习的范本吧，研究的范本。但是呢，它不可能包括囊括这10年的1700次讲课，这不可能的。它这10年的东西，1700次讲课讲大量的东西，每一课时都是大概起码一个小时，在礼拜六礼拜天2-3个小时，那么课时算起来，这是很多的很厚的一本书。它那是基本的东西，那么还有深入发掘的广度深度都有深入发展的这种余地。那我这本书写的时候，说20年以前他本人已经出来了，说你现在再写一本同类性质书，这是比较难的。他是权威啊，那所以我就得想自己的特点。那么特点呢，就是我这个是选它叫对象范围吧，重点呢，我是就是讲权力功法，就讲内在的东西，这是它特点，内在成特点。那么那些架子啊什么的套路怎么走啊，推手怎么，这个就不写了，这样是突出这个东西，集中力量在这儿深入发掘，看杨氏太极拳、王传杨氏太极拳有什么特点。但是现在这个特点研究很不够，我这个主要的是想把这些有关的资料贡献出来，是吧，供大家去研究，我主要的是这么一个作用。那么这个特点，说这里边是王传杨氏太极拳的特点，就是王永荃受杨氏太极拳语录和拳照。那么一突出的王永荃，他跟别人不一样。那么这里还是杨氏太极拳，
阳山拳呢，它有些特点，特点是功法、拳理、功法的这方面特点。嗯，主要是内功，就是说，悟太极知己知彼功法的这种奥秘。嗯，主要是想教。那我主要集中力量就是想突出的深入挖掘这个东西。那么这个特点呢，就是一路拿他本人的东西来说话，是吧？人大家就知道王玉泉怎么讲的，现在好多人是不是说这么讲那么讲的，那是他自己的体会呢，还是王玉泉本人的意见呢，是吧？所以就我把它分开，就是王玉泉一路用他本人的话供大家研究。那他那个话呀，讲的是很精辟的，很深刻，而且生动具体，厚积薄发啊，深入浅出，所以我们就不想修改了。当然有个别词句再动一动，但是总的都是原汁原味，有些他老北京话也放上去了。哎，所以他儿子说好像听着我爸爸讲课一样。嗯，所以这个原汁原味全面真实的在那儿体现他的东西。那么这个是刚才你说是第一手材料，无论是我的笔记或者是参考我有的师兄弟他们的有些笔录，我参考也吸取了一部分，这都是第一手材料，不是从报刊上大家都能看到的，从那儿转载来的，不是这个。所以这个它有特殊的地方。那么我这个编者案呢，就是为了把这个区分开来，不要把王伟全的意见跟我的意见混淆了，让大家分不清。当然另外的就是专门人家讲体会心得，讲他自己的意见，那是另外一回事。因为我编者案单独写一段，就在有关的这个专题里头写什么呢？一个是提示一下重点，说王玉泉在这儿这个是个特点啊，他里头讲了几什么问题，这是一个。另外就是我相关的见闻，哎，说这个功夫的时候，我看他是有什么具体的东西。那么还有就是也有地方讲究我的见解，这很少，这个主要是供读者了解理解太极拳汪传元是太极拳他那些个语录，帮助了解提供参考的。所以这也是个特点，这个王正明序里他也提到这个东西，也是个特点。大概特点就是这么些个。下边那个张天津那些结构还说吗？您提，我提一提吧。对，这个是分两边，分两边，这个上边就是语录，下边是全照。这个全照啊，没作为辅录，一般人是做辅录的。嗯，为什么没做辅录呢？因为这个全照啊，它体现了王永泉他全部的这个太极拳的指导思想，他就体现出来他的造诣，是吧？他达到的水平都从这可以看出来。你看他的拳架子跟别人拳架子不大一样的。我举个例子，面带笑容，你看人家是面带笑容，拳照也很少这样的，你去可以去对照一下。这个面带笑容，他不是故意的那笑。它是一种内心的一种微笑，对这个太极拳的理解达到的这种境界，是这个东西。另外他讲的好多东西我一会儿讲，他那个架子里头有好多体现的特点，就为他那个神意气运行啊来开道路的。这个是分成两部分，那后边还有这个语录里头分到三个品，三部分。第一部分
是总论。这个总论呢，就是他总的这个概括这个知己之功知彼之功总的这个概括出来的东西，就下一步讲知己之功知彼之功，他这个之上一个总的指导思想是总论。这种总的来了解王传元是太极拳，他这个指导思想他有什么特点，这个总的这个东西。那么下边有知己之功，这个总论大概是19个专题，里头有一大部分呢是全理的，还第一个是讲武德，武德在先。这个书生现在包括传承的人都比较忽略武德在先。本来我想列一个专题，但是第一章啊，但是资料太少，所以就放在首位。我讲全术的时候把它第一先讲它，引起大家重视。因为过去我们这个传统的这个讲这个拳的传承，首先要求你武德，武德在先嘛，武德为先。所以王永泉他在这边这个是很重视，而且是身体力行，是个典范。这个是下边就讲就是这一部分嘛是19个专题。那么下边知己之功，知己之功是一章了，知己之功是23个专题，知彼之功是46个专题，这个还是分量比较重的，因为特点也在这儿。我这里是大小的功法没有分，就只要是突出这点就给列上，呵呵，这个逻辑关系比较差一点。那么下边就是辅录了，辅录这就不说了。这是那个书的那个章篇结构，章篇结构。下面是讲一讲他这个杨氏太极拳、王传元太极拳特点吧。这个特点呢，大家都说有特点。但是具体有什么特点没有一个全面系统的论述，因为没有研究，缺少人，甚至资料都很少，所以现在是一个很薄弱的环境。那么研究太极拳研究会主要认为的是研究这个东西吧，是吧？所以这是一个待研究的一个课题，还待于发掘。说我只能是把王永泉老师讲的这些东西我把它归纳整理一下，弄个系统，弄个分类几个问题，这不一定分得准了，只是把它大体的勾了一勾，这根据我的理解那提出来，要抛砖引玉吧，供大家讨论，是吧？就是那么他的功法特点呢，总的来说他是杨氏太极拳的特点，因为传的是杨氏太极拳嘛，那是共性啊，他里头的个性，你离开那个就没有了，没有这个杨氏太极拳。那么就是说他的继承王传杨氏太继承杨氏太极拳的基础上，他有创造有发明啊，有闯见吧，有闯见，有发展，有自己的特点，有地方是有点特色，是吧？那么总的特点是这样，那么我还想这个特点呢分两方面来说，一方面是这个它的表象，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太极拳，可见的，一个是盘架子，那打拳一看，哎，这是杨氏的，那是陈氏的，能看得出来，这表象的。
这表象什么呢？这一般大体都有一个这个公认的一个，有大方啊，啊比较流畅啊，这个舒展呢、啊、这些，它跟别的太监不一样。这个王以权这方面讲的比较多，他正式提出的是，杨世才遗传的特点是舒服、得意、大方，讲这三个。当然，他这个过程里，他各个地方讲的时候不一样。有的时候讲，像魏树文他们的记录有自然、优美、柔和，他是那么讲的。当然，个人记录不一样。而汪以权他到处讲这个杨世才的特点，他都打用了好多词儿。我给归纳起来，我认为是这么五点，就是自然、舒服、得意、大方，还有一个圆活，圆活流畅。我是归纳这五点，这是供讨论了。那么底下特别注意是个自然，自然是自为自在那种，很协调的在这儿呢。讲究的是行云流水，这是那个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指导思想，道家的指导思想是法道自然，是吧？你这个道道啊，要效法自然。所以汪以权说顺其自然，法道自然，自然而然，他强调自然。好像他这个整个的传说过程里都讲自然，招招事事都讲自然，所以你就不自然了，别扭了，那就不对了。所以这个对立面就是不自然。不自然，他说端着架子，捏拿着劲儿，是吧？浑身僵直，自己跟自己较劲，这个他就不自然了，这个、就练不出功夫来了。这个自然是个特点。那么其他这个舒服嘛，它是一个主观的感觉，所以我感觉很舒服，这跟、个、自然也是紧密联系。因为你自然了，才会舒服，它会舒服。你要不舒服了，你也就不自然了。因为毕竟是不自然，你才不舒服了。所以以后理解他那个权理权法，他的各种要求说这个自然是贯穿。所以这点不自然了，那你就不对了。不管你具体理解，有人理解这么说也那么说，判断标准是自然不自然，是个自然。因为得意啊，得意它是一种心理状态，一种精神状态，一种境界，得意。不是那么就苦练，在那苦练追功夫，在那皱着眉头啊，不是这种在练功夫呢，不是这样，而是达到一种境界呢，就心情很舒畅，很轻松愉快，哎，自我享受在那儿是，假如我在这样在跟自然的是交流的话，是这么一种状态。这么一种状态，精神状态，心理状态。舒展就大方，这个就不用说了。那后边一个清灵圆活，王传杨世才说呢，很重要的是清灵圆活，如同行云流水。那行云是很清流，很流水也是很清很流畅很圆活，如同行云流水，滔滔不绝。他们有中间断，说猛然变换某停某断，没有，你看它是很流畅的，这是杨世才的一个特点。那么这个总的特点就讲这么一些个。那么下边呢，再说说这个总特点里的还有个推手，这也是表象。推手的特点最公认的就是个轻，轻灵轻巧，他打人特别轻，
就是你这么一沾，他这一喷出去了。没有阻力，人不敢有疼。打完以后说我这打的很疼，皮肉疼，没有这种现象，就非常轻。那么，我这个亲眼看到这些，他胆识就亲身感受过。那么王永泉的这个积极特点呢，以后再讲，他就是碰，就是一碰你就出去了，不打轮儿。还打轮，还找点，还找时机，没有，一碰你就出去，一沾手就出去，不管你什么身形手势，什么姿势，什么力量，什么方向，全不管，只要一沾手你就出去了，这是他特殊的功夫，气球崩人。他的行话，我们这个武术的术语就是一碰就是对方的钟，只要你一碰过，你得出去，这是他的功夫的特点。那么还有功夫上手。就是中心，叫中心一位，功夫上手，功夫都在我手上呢。他的特点是这个手，他打人，不管你看什么录像没有，他有的录像，就是坐在藤椅上，他不要你手那人在那儿，嘣一打，出去两三米，就全靠这个手的力量，但他有内气，整个内气就表现这个手，叫功夫上手。这个手，他说这个手啊里头有个球，有个球，将来捧离举案踩离肘靠这种功法呀、啊、都在我的手上变。哎，我这么一打是捧这么离举案，讲到化，最后拿力量为了化掉，他一般人就用腰化，但是我就是用手化，因为腰化太远了太慢了，我这手上一下就化了，所以势力不过万，你所有的力量到他这儿来没有了，化解掉了，化解掉了，他这个球一转，你找一点方向变了，哎，这势力不过万，这个是他特点，下边再具体讲。和王全王传元太监公认的就是轻。有一回在公园时，我一提到王永泉学教拳，他说啊，他们那一派特别轻，就是公认一个轻，所以就讲到这个表现，那下边就讲这个，这个题目呢，就是功法的，讲他的功法的特点。那么功法的特点呢？刚才说的是基本上是杨氏太极拳的功法，它有传承有发展。那么它的功法讲这么四点，第一是注重内功。他说杨氏太极拳属内家拳，你说这谁还不知道，大家都知道，还有你说，但是真正对他有深刻理解的贯彻执行到全部拳法的打拳的人，这个好像就往往打折扣了。他讲这个对这个内功啊，就神意气，内功是神意气，内外眼，外是外不动的，内功就是神意气。那么神意气呢，是这个王传杨氏太极拳认为是他本质特征，决定性的东西。如果讲矛盾论的话，就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决定事物本质的。那么你说盘架子，一般盘架打拳嘛，就是身体的动作嘛。他讲内外相合里边是打拳盘架子是神气运行，这一般我们理解，我在这儿打架子还是这是神气的运行，说练拳主要是练神气，说你要不懂得这一点你就不会打拳，你就不知道怎么打拳。这我也问过，这是什么意思呢？打拳走虚，走的虚的，用意不用力，就从这儿来，他对这个拳的本质的理解来。比如说捧你几拳踩你肘套，这个是一种
你一般理解是招，嗯，啊，你蓬来了，我怎么对付这事儿？他说蓬与挤案，本质是气，是气的不同的运行方式。这跟一般理解就他就深刻了，嗯，啊。那么推手两人对抗了，推手什么呢？说我的神意气在对方身上运行，我的神意气来控制来激发对方，就是他的神意气。说这话的说的比较透了，比较到家了，是吧？那下边还好的这个神意气怎么意气为先了，是吧？意气是君，骨肉为臣的这些东西，就一般书上讲的就不讲了，是吧？就这一点帮助我们理解他的特点。那么第二一点呢，就是他把这个功法呀分成知己之功、知彼之功。知己之功，知己就是我自己练功夫，知己之功也叫养生功，也是基础功。知彼之功呢？知彼之功就是积极功，积极功，知我得知道你身上的情况，啊，我去对付你，我去激发你，知彼之功，这两个功法是。一般说功法呀，说的很多，你看别的书，你都知道，这功法、这种功法、那种功法说的很多。他这个分法是少见的，我很简单，我就两种，而这两种呢又是神意气给灌起来的，就从神意气出发的。所谓知己之功呢，它内容叫松散通空，这功法是松散通空。再我继续讲，松散通空，这口诀松散通空，全身透空，百病不生，啊，强身健体，延年益寿，就是练气功。通俗话说练气功，这是对养生来说的。对积极来说，这叫基础功。我们所有的运动都得有基础，这基础就是你神意气的运行，你得太极劲儿。这是他爸爸告诉他的，说练知己之功得太极劲儿。什么叫太极劲儿呢？太极就是神意气的集中，就是还神意气，太极劲儿。你们这个太极劲儿啊，你去推手去，那不灵。刚才讲，你要神意气啊，要在人家身上进行，你首先得自己神意气足，你能够进到人身体来进行控制。说你没有这个，那你就没法进行。这有一种，我做一个比喻吧，说你那个警棍呐，警察警棍降服人的，你以后没有电，你怎么去降服人呢？是不是？你光是一个木头棍你降服不了，你得里头有电。咱们电比就是类功或者意气。神意气，哎，你这个你得能电到对方身上才能控制，这是一种很不一定恰当的比喻了。类比很不行。说这个分法是他的分法，知己功知彼。知彼之功呢，概括起来叫停问拿放。停问拿放，这不是我们通常意义字典上讲那个停问拿放，这是武术的叫什么专业术语。听不是拿耳朵去听，是我这个神意气啊，到你的身体里头来行动接触点，来侦查你对方这个情况，就像号脉一样，知道你的里头的这个情况。中心是要找那个打的那个点儿，那个叫中。那以后我再具体解释，这是听。哎，我到那个意气输进去，找你那个点儿，那听。问呢，不是拿嘴巴问，像咱们俩常话那问。问是把我这意气啊，到伸到你身体以后，找到你那个中那点了，
我再输进点玉器来试探试探，侦察一下火力，看是不是这一点准不准。小棍拿一般不是说拿我们就说把它控制住，什么这个反关节拿你一人动不了了，他这个拿呀是拿神玉器拿，那神玉器让你僵了，浑身僵，这我们有感觉了，哎，可能就自己变成棍了，这动作不灵了。这个拿呢有虚拿有实拿，实拿就是让你动不了了，一个棍儿，你僵了，我打你很方便。一个是叫虚拿，虚拿什么？我刚才说那个平棍拿放拿玉器把你控制住了，我看着你这个点儿，枪口对着你那儿。有时候他说拿住你知道吗？没感觉，你发挥劲儿时一弄梆碰出去了，就是他已经那儿看住你了，就拿住了，这个是叫虚拿。王禅杨氏太极拳就提倡这个虚拿，拿放，意思是放。这个放嘛是，不是我们放开那个放，放就是这个意气的发放，就是激发人。这里头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化，对你来的呢，我给你化掉，化掉的时候我再发，我再打你，所以包括一个化，一个发。杨氏太极拳的化主要跟他说用手化，啊，用手化。所以第二个特点是，他这个分成知彼之功，知己之功，请问拿放知己之功，知己之功是从善从空，这就是知彼之功，知彼之功是平棍拿放，这就是这分成两种功法，是不是特点？下边总的特点第三个是养生和积极。养生我们都很通常都很好理解，养生积极。过去的这个传统拳术啊，深山的去修行去练功，它不分这个的，不分还是养生积极，都是在一块儿的。而这个汪颖拳，它根据这个时代发展的需要，啊，它就明确的指出了养生和积极，一个是目的不同，一个练的方法不同，这还是从那神医气的练来出发的。说养这个太极拳呢的目的来说，现在人们说有两种，一些老年人，一些身体不好的人就练养生，一些年轻人他追积极，这个目的不同，这个方法也不同。你要是这方法不对，就见功效就差。那么他说有两种架子，叫养生架子和积极架子，但这两种架子是一种说法，他说是同一架子，就这一个架子两种练法，每招每式他的要求不一样，所以是两种练法。你要不分清这个目练法的话，你就不大容易达到你这个预期的要求。比如说我练养生的，练养生我用那个积极的方法去发力啊，去这个把神意气输送出去，去这样的你就不利养生。我学拳的时候，他你五十多岁了，你身体也不好，你就训练养生吧，不要去跟别人去积极，他不会的人你就那顶顶牛费力气，你耗费你的内气，伤内气。说你养生要注重自己的一身一气要内涵，不能向外发散。
积极，你那个要培养神，培养那内心，培养神意气，要能通到外边去，这神意气能够穿透对方，但是也必须得收回来。神意气光出去，光发散不收回来，将来身体要受伤，一打完全是空荡荡。说你要是练法不对，你收效就差。你说你是练积极的，积极不注意养生，不注意练自己神意气，那你也练不好。它得两个方法分开，目的方法分开，当然到最后是统一起来的。到高级阶段呢，要统一起来，但你在初级阶段一定要分开。所以这是它的贡献。那么这里头就有一个养，他提出个养和伤的概念。伤是伤内气，养是养内气。过去只要我练拳我活动，我就对身体有好处，一般是这种理解，是吧？那他说那不一定，你练的不得法就不一定得到那个效果，也许对身体有害，对有伤内气。他举了一些例子，这个我在这个书里专门列了一个专题，养和伤，就养内气和伤内气，这个是给我们一个新的一种思路。就练拳，他说练拳你要知道什么是养，什么是伤，怎么练才能养，怎么练才能伤。他说他有个徒弟，就早上起来也不吃饭，就跟人去公园去推手去，一直推到人下夜班的，还接着推，不吃早点，一直推到晚上，推到中午吃午饭。他几次警告他，说你这样你要伤。但是练法里还有好多的那个专题里头讲，这个不能讲一讲。第四个特点，总的第四个特点是大气球，大气球，大气球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神意气的练法练功，大家都练功，都讲积极，讲养生。那我有什么详细他一些都讲这个，我有什么特点？他的特点就是我是个大气球。大气球是怎么一个大气球呢？就是我这个意气从这儿向四维发散，上下左右，我自己是个大的气球。我的气球是空虚散的，摸不着边儿。这个气球啊，既能养生，说是松散圆气球，就能养生，松散圆就能够有，就是一出手就能有没有，就是那个有内功。所以它这跟别人不同的特点，就在这个气球。怎么到时间了？没有，换一个袋子。换一个。